他是 Eason， 除了是一位聪明的医生之外，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医生。曾到非洲偏远地区行医的他，拥有比别人更多的爱心、金头脑，又证明这位与众不同的医生拥有多可怕的智力。好，不会再念了。请锁定今天晚间10点，超市金头脑。